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度收看大法古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们想来谈一谈念珠的问题。不晓得您注意到了没有，最近戴念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。不过很多人并不了解为什么要戴念珠。当我问他们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哦，我妈妈要我戴的，或者说哦，戴了求个心安嘛。”那么究竟佛教徒是不是一定得戴佛珠呢？那么戴佛珠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又应该怎么戴怎么修呢？我们现在就来请教圣严法师。 师父，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啊？佛教徒是不是一定得戴这个念珠？这个念珠的由来是什么？我也很欢喜了，在最近以来呢，我们台湾呢，几乎年轻的人也好，年纪大的人也好啊，都流行着戴念珠。对，事实上我也在送人家念珠，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串，因为人家都问我要。 那我也送，那究竟这个念珠是有什么作用？是不是应该戴？我想戴就比不戴好了。戴念珠的作用呢，能够提醒你自己啊，你是一个佛教徒，也让人家感觉到或者是了解你是个佛教徒。这样子的时候呢，你大概做坏事说坏话。 大概要好好留心一下了。是，那么这个念珠它由来是怎么样？是怎么来的呢？它由来是在印度的时候啊，是为了记数目，记日期，以及呢，这个记账用的，这很简单，不要用文字，就是用那个木头的树枝，就是树枝枝啊，用树枝把它穿起来。最初也没有穿的。 所以说是一粒一粒的散的，然后呢，把它穿起来，穿起来的时候就很好记了。那么这个是在印度原来是这个样。那么到了中国呢，这个佛珠啊，有108颗的，像我这个佛珠就是108颗。那个108颗是怎么用？就是108个烦恼，烦恼有108种，念一句符号象征着那个。 破除或者是消除啊，一种烦恼，因此呢，念完一遍的话，等于说所有的烦恼全部没有了。但是还有短的是什么呢？短的呢，是有因为有罗汉有18尊，所以通常啊是用18颗叫做罗汉珠。那么怎么用呢？就是因为这个长的念完一遍呢，就数一次啊。 那个小的、短的，那么这个念完18遍呢，那个短的呀，也是18次，就是整个一串念完了。所以这个短的长的是配合起来用，有的呢这种长的不用短的，但有的人呢就是长的短的一起配合起来用，这是最早的用途。是，那么可是现在呢，多半戴长的人啊比较少，多半都是手上戴这么一小串。 那么戴这么一小串，它的是怎么样形成这样子的风气的？然后它的用途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来使用它呢？这个没有历史可考，没有历史可以考据的。在过去没有人这样子戴，这过去等于现在这是一种装饰品类似，戴在手上。比如说刚才陈小姐讲说，因为妈妈叫她戴啊，所以她戴了。所以朋友送她一串呢，她就戴了。所以戴了以后啊。 能够消灾啊，这就戴了。那么像这样子呢，我认为也没什么不好啊。形成一个风气也很好。那至少说是戴了这个念珠，心里平安。戴了个念珠，他自己说，可能我虽然不是佛教徒，但我大概也不会反对佛教。有这样子的一种好处了。那么至于说用什么材质了？ 怎么戴了，有时有的人说戴的左手，有的人戴的右手，这个我都还没有听到说是戴的左手好，戴的右手好，因为这个没有根据的。就是现在材质好像也很讲究啊，有的说，一定要什么，水晶的可以修什么，琥珀的，譬如说琥珀的可以修智慧，然后不同的材质修不同的东西，是不是也有这种讲究呢？这些东西呢，跟宗教信仰完全没有关系，跟佛教的这个信心呢，信仰完全没有关系。我们最早是用那个什么，用木树枝也可以用。
所以我们在大陆呢用的这个什么菩提这个心有菩提子，那么现在心有菩提子也通常也非常普遍了、用木头把它做成的也可以，你看我这个念珠漂亮的很是不是、啊、对，其实这是木头的，这是、啊、就是黑檀木的这个没什么意义，一定说是你这个好的材质怎么样，坏的材质怎么样，那就等于说人家带那个什么翡翠的玉镯啊怎么样的好啊，如果不是带翡翠的玉镯，带其他的用中密制变的玉镯又有什么不一样啊，这也是一种装饰嘛啊、哦、是，但是呢这个相信可以了，不相信也可以了。那既然我们已经带了啊，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利用这个念珠来修，不管就说你信或者不信啊，如果你带了念珠，你觉得可以怎么样子来修呢？我建议啊，如果你带了念珠，我也希望你带念珠，你经常啊能够拿在手上来，挂在手上的时候，你做事的时候把它套在手上，没在做事走路的时候坐车的时候你拿在手上，就是一边呢就是念，默默地念了，你提醒你自己是佛教徒，提醒你自己没有事的时候就念佛，这是念菩萨，这是念咒语念经都可以，这样是最好的。怎么念啊？这就是呢，比如说南无阿弥陀佛数一个，南无阿弥陀佛数两个，南无阿弥陀佛数三个，至于念几遍没有关系，这是提醒你啊，叫你念就好。是，那么这个念什么佛号有没有什么关系呢？没有关系，看你自己的喜欢或者习惯，或者是最初有人告诉你怎么念，你就念那一尊佛号，不要念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佛号，也有人呢一次念了不同的佛号念。连续的念下去也没什么不好啊，但是呢单独的念要比较好一点。是，那有的人说常常我现在有空我念念，可是我还没有把全部都念完，我就突然之间我又有事我得中断了，那这样会不会有不好呢？没关系，这念比不念好，念一句念半句也好啊，没有什么关系，中断了就中断了。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说念的时候要心诚意定。是的，非常谢谢师父的开示。